第一個就問夠唔夠膽搏雙湯啊？投機操作點建議咧？跌咁多，我喺度做咗都唔算短嘅時間啦，即係從來呢類型嘅投機操作，你有冇見我講過？唔會嘅，即係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講嘅，當一旦出資大陰燭出嚟嘅時候，你總要諗究竟知發生乜事。咁另外咁樣去搏啦，當然你話而家俾你一個投機操作得嘅兩個七毫半指示，唔穿今日低位，咁咪再向上買咯。但問題就係講緊。你睇翻上個禮拜四雙湯咁沽落嚟，你唔知道會唔會突然間冇人，即係你想指示都指示唔到，會有機會出現緊呢個狀況。但係當然講緊啦，因為上個禮拜四，因為係啲有啲基石投資者沽貨，可能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基石喂過解金期喎。呢個係今朝嘅分鐘圖嚟嘅，即係觀眾交代一下啫。係繼續呢個位俾日線圖去睇比較好啲。係哦 ，OK。即係你睇分鐘圖上面冇意思嘅呢一刻，純粹就係一隻波動性好大股份。點解我哋唔會建議操作？就係講緊。直播率不吸引的問題，即你有時候這些股份你現在就想定一個指示位，你都未必真的指示到，所以個問題就是說不抵博，即你就算高風險高回報都不是這樣去博，這個說暫時來說雙湯，我想這天你未上 IPO 價樓上你都不用想去買它。簡單一點，我們用角度這樣看，公司未有一個穩定的盈利能力，個市值上面現在跌到下來900多億左右，整個 revenue 2021年即是收入上面大約47億人民幣，用 PS ratio 嚟計翻16-17倍嘅，哇！呢個估值水平，美股好多科技股都做唔到，咁所以個問題咪嚟咯。咁有陣時就係咁嘅，個股價唔跌落嚟，你大家先至唔去認清翻公司估值貴嗰個問題喺度。所以呢一刻我咁雙湯上面，我自己慶幸嘅，起碼我冇推介過，我一直都覺得有啲冇盈利能力嘅股份啦，諗都唔諗嘅。咁所以短線嚟講，呢啲位置走去接火炮咁。我寧願呢啲位置買恆指牛證，咪搏佢企得穩，今日低位上面搏，會抵搏個雙湯咯。即係反正你都夾硬要將自己個風險加大嘅情況，所以唔係夠唔夠膽問題，問題係有冇必要咁做。即係假設你如果成日搏對呢只股份嘅話，你下次定一隻兩三，下次有三四隻急跌嘅時候啦，你都走去搏，仲有一日出事嘅。咁到時候一次贏翻，即係你贏十次輸一次都夠死啦。咁所以問題就係、是，所以呢啲股份上面啦。我哋覺得就好人好者，只股份唔會無端端急跌一成，急跌咁多嘅，跌得出嚟嘅時候，你要認清究竟發生乜事咯。嗯，係咯，同埋我哋都係睇經濟日報嘅報導啊。Cicus 最新個數據都顯示咧，上個星期二其實就再有31億股咧就傳入咗 Cicus 嘅，咁咧就係大概而家市值就85億啦。即係大家就可能有個估計就係話啊，嚟緊個估壓會持續啦。所以而家你見到個股價今日就算個市而家跌幅收窄，雙湯都彈唔起，而家試翻2.76呢啲位。係。所以個問題夠唔夠膽啦？問題唔係膽嘅問題，係咪點解會有咁嘅邏輯？股價急跌嗰陣時候，你就要去搏反彈。長遠嚟講咁做啦，唔化算嘅。你總會有一次，總有一次半次，或者總有個機會鬧到。但問題，我唔認為你長遠 principle 落去嘅時候，所有股份上面都係靠急跌去鬧去搏反彈，等於係一定係會有個成功直播率一樣咯。呢個市況發生乜事？而家就係講緊，喂有啲基石投資者應該係沽售，股東都講到明㗎，我哋會延長個解禁期。但而家唔係股東沽售啊嘛，而家係講緊有好多基石投資者去沽售，而講緊雙湯本身個街貨量都唔多，咁所以之前可能講喺解禁期前，真係講緊純粹炒貨，往邊炒上去。咁而家連 IPO 價都穿埋落嚟嘅時候，你冇懸念去諗，應該咁講啦。如果你抱住呢個邏輯咁去炒股票啦。應該呢兩年都輸得好犀利㗎啦，咁至多你都係一個港紙，希望你就係得個港紙啊！呢種邏輯思維，我覺得係要抹走嘅，直情係係好。